你用我们牌子，你们问都不是问你自己投诉我们，你可以投诉的，你可以投诉，这是我们的根据，你知道吗？我天天从这里出个进去的，一个那么年轻的保安都认识我的，你不让我钱给你拿过分的，这里不让我进去，我为什么不能进去啊？就给他问他的，难怪了，他问的你都没问的，他有卡，直接给你。你自己住哪里都不记得，你是业主啊？那我们进去好吧？我进去好吧？他是业主，我们跟我们赔了。如果我是业主的话，我今天要投诉你。我告诉你，你投诉也可以投诉，你让我去的。我问了，不问了，就我的，我问的。先不要，先不要说话，好吧？你让我进去吗？我告诉你，像美女噻，我长得漂亮，还是漂亮这样子。这个不是漂不漂亮的问题。那我不要。我告诉你，这个还中，你也不知道，他投诉了。